哇，原来会这样子啊。每天六点准时发片。Hello everybody， 欢迎回来阿杰 Game 实况。OK， 今天是我们荒岛生存的第五天啊。哇，没想到隔了几天我们的树又长出来了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目标呢，应该就是要前往这边，再看看可不可以把鳄鱼皮拿回来。鳄鱼皮不知道到底跑去哪里，是掉到水里还是怎么样，我不晓得。那我们可能会再多种个几排树吧。我后来发现呢，你种的树根不会留啊，所以我们可能多种的几棵让它漂亮一点。然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去那个岛看看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先来做个集水器，因为如果要种树的话，水可能要够。我先看这里面有几瓶了，哦，14瓶哦，那还要做吗？我们再多做个两个好了，多做两个。现在啊，木头不够，那我们可能要先砍一下木头，我们要先砍这些为主。一、二、三。然后我现在健康度哦，其实有点不足哦，所以待会儿我们可能要去吃一下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芹菜、西洋菜之类的，那个可以补我们的血量，所以那个是必须的。来吧，先把这个树给砍掉。OK， we get it， 走走走走走，看会不会补血的。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觉得带在身上好了，我试一下看。哦，一次补20的呢，这个我们是要再多寻找一下。我记得它长得就白白的这样子。北北北北，这个就是了。哦，这个草药是非常需要的。然后蘑菇有长出来了，蘑菇也长出来。蘑菇我们可以在，哎，我们好像也不用烤蘑菇吗？上次的这个应该还有。然后水的话，我们看小瓶的有几个了。小瓶5瓶，这个带在身上好了，以防我们真的是口渴或什么之类的。喝一瓶，好了哦。我上一集才说，我觉得资源有点困难，现在好像不会那么困难嘞，感觉好像还蛮足够的。你看，我光生蚝有60几个，那吃一定非常够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就现在来种一下。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椰子给拿出来，椰子我们多种个几个，5个好了，这边可以做5个，我们就用5个。然后我们把树木盖在这边哦，这样我就知道。哎呦，这里啊，我先还有一个集水器，对不起，集水器再把它放出来，咻，碎啦！这样我完全不怕没水了。然后我们开始种，我们就种在这个边边这样，然后再做，碎哦！我觉得整个会很有热带国家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可以把椰子树放进去，我们就1、2、3、4、5都种种看。一浇水，慢慢长啦。我等一下出海回来就很多啦，然后二的也给它种，我们就种不一样的。浇水，应该多浇一个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够一点。种3，啊，浇 ，OK， good job。5要比较久，5给它3罐好了。还有6哎，五啊，1、2、3。那我是不是再多去拿一个椰子？我们再把6也种种看，就刚好各种形状的椰子树都有了。哇，我好想要苹果树啊！六，浇 ，OK 了，没问题的，多给他们一个都没关系。我们现在水很多，然后第二个集水器再给它放进来，有没有？这一集根本就是科技大突破啊，是不是？走吧，咱们要出海，再去前往鳄鱼岛的部分。鳄鱼，我来啦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哎，我看那个石头下面好像有个东西哦，这该不会是上次遗留的鳄鱼皮啊？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不够晴朗，所以我们看不到鳄鱼皮掉在哪里，说不定其实就掉在海里。我们等一下捡一下。照理说哈，如果它没有掉肉，应该是掉皮是没有错的。看来我错了，那只是一个石头。哎，山猪又回来啦！山猪又醒来啦！我肉吃不完了，我跟你讲。我看一下，这边还有鱼哎，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搓鱼啊？可以耶，龙胆石斑我来啦，龙胆石斑我来。再游过去我就会太远，算了，我们下次是用捕鱼了。我还没做过捕鱼器哦，下次再试试看。好啦，那事实证明真的鳄鱼皮是真的不见啦，各位啊，真的不见了，也没有飞到哪里去，没看到。那我们再过去看一下，鳄鱼还在，所以鳄鱼生生不息啦。鳄鱼你过来，我知道怎么打你了 ，Come on， 鳄鱼你过来，我会用 bug 卡你啦。这样可以吗？荒野求生也是要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嘛，对不对？这真的很难打呢，这鳄鱼真的很难打，不是我爱讲。OK 啦 ，bug 小王子啊，咖喱硬拼啊，飞了哈，哥我要试试，我再试一试，我看他这样子到底有没有什么资源，可不可以把他抓上去啊？可以耶，我要把鳄鱼抓上去，鳄鱼先载回家，吼！太屌了，此次最大的突破，
最大的突破，我等一下回去我的岛屿再把你杀掉。好，各位走，我们带回家了，然后把船给拖回去，跟着走、哦，考一回 ，Let's go， 好酷的感觉哦。哎呦，你看我们的小树已经渐渐长出来了，鳄鱼嘞？鳄鱼掉下去，快捡起来，把它拖过来一点。哦，为了这只鳄鱼，你看多辛苦啊！鳄鱼大餐啊！快到了，太棒啦！兄弟们啊，没有兄弟，只有我自己啦。来，我就跟你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哈、哦。各位，你看我们种的这个树已经长得歪七扭八了，哦，好快哦，快就长出来了。现在我们刚刚是用这个叉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用叉子有戳到肉，所以这次我再用叉子看可不可以戳到鳄鱼皮。啊，掉啦！这鱼真的是用叉子戳啊，它的皮好像海苔啊，哇塞，好多皮哦，我可以做大背包了哦，有了，哇塞。不怕没有东西吃啊！我这肉好多哦，可惜我肉不用再捡了，我真的肉太多了。我就把它放在这边。鳄鱼皮有九个了，我们那个大背包几个？我看一下，大背包是十个。那我差一个而已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做一个小的啦，然后之后我们再去做大的，这样子比较 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把刚刚的那个肉啊，刚肉呢，再把它拿去烤一烤。肉把它拿去烤一烤，这样就对啦。是，但我靠了。现在不惊啊，别惊啊！其实肉真的还蛮好取的哦，搓一搓就好多了。而且现在我们身上包包，你看我们有这个，那怎么用？按右键，creep， 我增加有没有？这里可以装很多东西，哇，多了十个，感觉东西就多很多了哈，不怕不见了啊！但是我也不想捡，因为我们肉太多了，仓库还有很多啊，不够我们再去砍他们就好了啊，不够再砍他们就好。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了，去那个岛看一下好了，好吧？这样应该差不多。来 ，Let's go。那我的梦想是，如果说我们之后要往比较大的话，我们要坐那个最大型的船这样子。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慢慢的在每个岛屿呢，都放上我们的仓库啊，或是资源。只要我们去那边，我们也不至于会饿死之类。那我们玩这游戏最终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岛屿都探访完，好吗？把所有的动物都吃过之类的，好，把装备都做好。我们现在还有那个熔铁没有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像屋子可以把它变成是。石头的这个我们还没试过哦，来了，哎呦，看起来加北拜哦，会不会这个是我们下一个定居的小岛啊？因为那个其实有点小了哈，但是我们又没办法把羊抓过来，除非死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它抓过来。这边看起来植物有点不太一样，除了椰子树上面这个树丛好像也长得不同。好了，我们先把船给弄好，不然等下如果没有，我们要回去麻烦。来，我们来看，稍微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啊，这真的只是一个沙洲，我们可能要再过去一点点，好多啊！我觉得这边木头光砍我就砍不完了，等下带在身上，带一爬回去，我看我今天就可以建造大船，对不对？说实在可以呢，我们今天也做很多事情，因为如果你之后要去更远，也许那些东西太多，我们也再不回来，就赶快待会这边砍一砍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坐大船回去再做，因为我想把我做的东西都集中在同一个小岛，这样我就觉得看起来好像特别的有感觉啊，特别的有感觉、哦、有花耶，有花，有没有什么救命草啊？这甘蔗吧，这竹子吧，我砍砍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啊，各位，这假的、哦，这假的，这不能砍！啊，害我开心了一下，想说这边我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可以拿了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大船要多少个木头？大船要50个，蛮简单的嘛，蛮简单的，50个，砍个5棵树就有了。哎，有看到羊了，这边也有羊哎、欸。哦，各位，我看到苹果树了，就是那个，我要踩那个。椰子我们不用了，我们去采一下苹果树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苹果树，哇，好多好多小羊羊、啊，这苹果树哎、欸，真的。各位，我们要新大陆了，哈哈，真的是处处都有新惊奇啊！到底其他的岛屿还会有什么呢？据这个游戏的说明，好像说每个岛屿都会有不同的东西。捡苹果，哦，我可以种苹果了、欸，太好了。Apple 都滚走了。Apple 别走。好多，哇哇塞哇塞，
太赞了，好多 Apple 啊，12颗，哎，这个可以重叠的，太好了。这个补的是哦，口渴饥饿都没问题，吃一颗。哇，哦，居然还有吃 Apple 的配音，太厉害了。好来，我怎么了？我是被哦山猪咬我，我想说哪只听，我不爱死，我不爱死。哇塞，哇塞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这里居然有山猪，我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哇塞，他是有病哦，猪猪咬人呢。我发现那个救命的那个蛮需要的，40个了，40个，我们走边边绕过去好了。我们去啊，我们去砍前面的就好了，好吧？先做足够就好，也快晚上了，我们赶快把这个床给做起来。五颗砍一砍100耶，我可以盖4层楼高喽。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哦，可能要考虑来做什么呢？就是砍石头。那么升级成那个石头建筑，这样子可能会更强硬一点，或者是造别的岛之类的。我可能要再多做一只，不够了。哦、oh, 哦 ，We don't have 九桃，九桃去哪里砍了、啊？糟糕，没有嘞。哇，没关系，没不够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砍木台就好了。Don't, OK， we did it。好了，各位，这样我们有50个了，对不对？50个就不怕了。那我们先回去吧，因为天也黑了，天也黑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回去建造我们的大船。好远哦，走这么远。都晚上了，快快快！然后我们就来做咯，大木筏要100秒，我们就稍等一下。然后我可能要再找一下那个补血的，你在哪里？补血的木桥没有？这边哦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。它好少哦，它长得好少哦。刚才那边岛没有特别看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在种那个苹果树 ，good， 浇水。太棒了！这个地火炬我觉得要再做一下哦，地火炬做个2个吧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待会呢就把这个地火炬呢给它放在这个旁边，因为我想说我们只有船呢应该会在这里哦，放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子我们可能会比较明显出来说，哎、欸，我的船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之后就可以再往那两个岛去看看。你看我的小苹果树长了。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，长出来了，你看看，以后整个盖起来，按照屋子盖到更高更大间就不太一样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可能大概这样子的周期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可能等船出来之后，下一次我们就会往别的地方去探勘了。Good 哦，量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等一下，这个也好，好，这边再插一个。欸、他好像一个会不见欸，卡 bug 了，各位又卡 bug， 这个火炬有问题啊，火炬有问题，各位没办法，卡 bug 了，这个你们也知道，哇，原来会这样子啊，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船，哦，有啦，有大台，哦，原来船这么大哦，哦，欸、真的蛮简陋的呢齁，他刚刚就用了木头而已、啊，就可以做出这么多，还可以造纸出来，这真的有点厉害。我们先把它放在海里试试看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的荒岛生存日记呢，就到这边啦。第5天，我们终于打造了属于自己的船，还有屋子，还有其他东西，还有我们的包包。OK， 那我们就期待下次第6天的见面喽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小铃铛，追踪我的最新动态。我们每天晚上6点准时发片，我们下次再会了，大家拜拜。